用欺骗，拼出头顶一片天。我再给你一摆机会，明仔中昼十二点，把人带来饭店给我。到时莫心肝落软，搁多存送人过工哈。喂，那他在这边。对不起，你们松下，你给我放开，给我放开，给我放开。他乖，我带你转世界。你若想搞话，我用铁皮给你缠来。像是安尼，我是要跟你负担啊！你现在要抓我，要抓我去倒位？米玲啊，来，混蛋掉了。怕人不知你是老毛，少年，你拄只在弄啥嘛？你放心嘛，我是要找你。在星光三月遐啦。江哥，要行倒一条？桥顶。你给，大哥。
要笑脸，把你卖上二小哥看待。海边的空气才真赞，海风鲜哦，蛮舒服。你应该知影，我出来海边要从啥？有啥物意见要交代？我该落去。你若无话通讲，我是要解答咯。听着音乐，带着音乐走，黄泉路上才不会孤单。求救啊 ！SOS！ 喂？喂？我好怕哦！我好怕哦！快来救我！要到了，干！来不及喽！穿鞋落落去，搁想要找工作呀？一摆搁再甲相像，你袂敢想老？你有接到我的电话？我哪会知影你遮？好，我送你电话。阿雄，上来等小木。温先生，阿丽嘞？我有代志要处理，你先等。有啥哩？麦克。
车，下摆无落别久，你搁笑着我看。我看我今嘛无改电，到时候雷公卡，迄只足吃干呢。哎啦呐，剃头到这结束，大家背后拢有一粒山。你若唔敢引起战争，做你家用就完。夏家姐，我是尊重你后壁粒山，啊若无，你永远唔知海水是咸还是甜。为着要表示我对伊的尊重，今嘛我都要你知影，海水是咸的还是甜的。PK。麻烦你洗头，我的手机也未记查。对，三分钟到呢。今仔叫开讲，啊，无到时都是做鬼，找我命啦。也是。小高精啊，海水咸也甜啊，啊！你真正目睭皮无上啊，空干空干。我爱恁听的人你也敢卡？拄只咧电话中国阿公，好声讲或者参详，大声讲迄何处理？你即摆大声我看。我甲你讲，若要共处理，迄需要实力，若无实力你有甲谈。我即摆警告，为即摆开始，你着保庇张彩萍平安无代志。那无，倒一天你来拍一个卡手，我绝对找你。阿仁大，为了一公尺啊，咱兄弟拍歹感情，安尼敢有价值？价值是我咧，又毋是你咧讲。我是利用张彩萍来解决破碎银的代志，你是捌啥？阿仁啊！我若知你要利用伊，我就袂安尼做啊。是讲你嘛真少年呢。那我的拍数甲你技术是袂比的啦。好，有才调你就甲伊莫死，若要我扑开，我绝对替你输赢。袂歹，叫小青好。起个。你连续叫我两遍，我是来去洗头城的，我唔知影要安怎报答你。等下你赶紧，无安尼啦，都是讲我老危险，我你救我，好不？原来你救我，是为着要利用我。是你讲白甲大学去见面的啊！我唔是会当给你利用的人，王明，我这么信任你，都把你当作是我的朋友，你竟然还是利用我！彩萍，彩萍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信任，一开始我确实要利用你来解决破碎婴的代志，也不经过这段时间。我嘛最后要当作我哪有遐尼啊卑鄙的想法？现在我即马做现在单行为，会当有你这种天无一时性的女朋友，彩萍，你敢知影？对着你电话顶发救命时，我是我哩啊尽力，我足惊你发生意外，一直到对着你安全离开，我才放心的。彩萍，放手！彩萍，我知这段时间我为你付出，无够单行为的放钱，但不只要你肯我去，
我尽我所有能力，甚至用我的性命来关心你、照顾你。但杨辉，我拢已经放弃呀，我们哪有可能来接受你？彩萍，彩萍，方先生，请你用麦过来找我。彩萍，既然你遐尼爱陈杨辉，你更加袂去走，你也去让抓去，你必陈杨辉等于众兄弟。我会当保你一世，我无法度保你一世啦。小可真会捌过遐尼啊歹，连我都无才调，莫讲陈耀辉。你若真正叫人抓去，陈耀辉百面了。那你之前为伊所付出、所牺牲的，到底是为虾米啊？只无你来我这，无人敢甲你扛。啊，但是我一边伊嘛真厉害。假使你也唔肯接受我，我会尊重你的意见，但当作什么代志拢无发生过。我再来电话我。食早顿啦，无心情食袂落，囥咧。是安怎啦？啊，透早就咧钓鸡啊？我若要讲透鸡哦，就天都乌一边啦。杜尚啊，你心情若歹吼，我载你来去找你老兄弟春虎伯啊，恁两个好好讲者，吐一个气啊，你的心情就好啊。春虎因查某囝彩萍啊，叫我大方啊，共掠来做认真。我哪伊都面通去见啦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就彩萍啊，因大伯朋友陈耀辉啊，过去甲大华唔知有啥物恩怨啦，啊，就叫安伦哦，叫彩萍拿来要做认识威胁他。看这两个爸仔囝吼，有够傲气啦。杜尚啊，啊，这件代志，敢需要我出面去甲大华讲者？慢，你哦，安伦的生意人哦，莫去共插入罗摩台，插着哦，你会去带衰。唉，这大华。最近不知道是安怎樣，我做代志愈来愈阿爸。前两天哦，我提个土地契约书去找伊，竟然搞歹呢。伊讲哦，迄个土地我就答应要卖你啊，你是我找要做啥？杜尚啊，虽然你已经答应啊，啊，不过大风是我的小弟，我总是爱尊重伊啊，堪免以后伊袂谅解啊。啊，你都明知是只好，啊，你搁落去掠？免讲嘛，去我聊聊，甲你拆一下萝卜倒来。大风兄，请你的是杜尚，拜你的嘛是杜尚。阿公，食早顿。你会在那边上课？
嘿啊，我早无空。我无空嘛，唔通困到安尼头趴下身才要起来，啊，即嘛是要食早，要食豆安尼。哦，恁爸咧？看都无看到伊啊。叫恁母来。哦。找我？台湾我人。公司有代志，透早就出门啊。你若透早还是半暝啊出门哦，拢无啥物好康的。伊有答应我今日要放人哦，伊卡手机啊叫伊转来，我要甲伊来去。安怎？人无咧公司的哦。道长，台风有答应你要放人，伊一定会做较到，你唔免烦恼啦。伊唔是答应我无要做老模啊？啊，那愈做煞愈大尾，伊若做什么代志啊？你若退暗干无，唔是为伊好啦，你是害伊啦。人到底是去倒？伊甲陈耀辉中昼约在通豪饭店。道长，道长，这摆你一定要相信大风。道长，我知影大风常常让你失望，也毋过天家下有倒一个做细碎。无想要得到老爸对伊的尊重佮信任，头摆你伫骂伊的时阵，伊的心肝内偌艰苦，你敢知？即摆台风听杜尚的话，要来化解佮陈耀辉的恩怨，也毋过有遐尼侪社会事的压力，需要安排一个会当顾全人情义理的场面，予大家一个交代。杜尚哪会当顾台风的面子？何以用伊家己的智慧去偷这个计？我相信，伊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伊就是太顾这个面子了，今日才做到安尼忝。杜尚，你若是肯给伊这个机会，让伊知影杜尚对伊还够有信心，我相信，龙珠真紧就会回头的。伊阿咪啊，就是还佫有关心这个囝啦。难摸的机会吼，就是对伊碎心啊啦。小姐，等等下，我已经照中所，伫中昼十二点来吃。张彩萍是不是先交我？陈耀辉，你即马见到头歹是田明遐的怨魂，啊，我笑头大是张彩萍的性命，生死门拢伫我遮，啊，这种性命你敢拍无？做兄弟出来佚佗，我用一百个。所以生死，我看得真开。死，爱死予平白。只要你照约束行，张彩萍平安无代志，我答应付这条命，不管是等你来替。惊死的人会特别珍惜生命，你不但唔惊死，阁活得真平白。我欣赏。若不是为了要解决你甲田明遐的恩怨，我真爱甲你做朋友。我伫来遮七年，已经付出代价。我这么出来，对得起社会，对得起我家己良心。所以我会当公平正大，徛伫里头，伫往甲你讲话。
啊，你咧，你若永远比第一日头拍袂着所在，咱是无可能做朋友的。有光有影，无影免哪有光。社会若要黑暗，免哪知影光明的可贵。你兄弟做甲这哩照叫，这种道理你唔捌。 我无法度出来。大雄，有一张彩票，伊会逼我阁行回头路。 蔡平伊即摆人真平安，嘛真醉啊，毋是我歹出来，是伊毋肯见。这你应该真清楚。昨原本我著带伊买车，结果伊跳车反抗，暂时我叫伊早著叫卡车拢死。假使你即摆坚持要改见伊，定叫伊死。你是替伊当回事？我为着要顾全伊的性命，歹势。 你暂时无法度改见。艾伦，大会，人无出来，是阮无守信用。天明仔这条线，以后阮就不找你啊，跟因走。 国明兄，你经营的吼？大红兄，陈耀辉照讲，应该是用讲出去的，哪样惊的？你安尼做，敢对得起你的话，天平的天明兄？我再讲啊，课上对你的期望真高，千万唔通阁予伊失望。那人是我放的，我自然会去向课上交代。 大红兄，卖真正予我约着，想要上手行天，树底下解决呢。那呢，把这兄弟当作啥？唔当，咱出来甲人铁佗，是注重社会伦理，温婉分明呢。哪有需要为着一个陈耀辉来得到的靠山呢？就算讲高明兄肯放目虎走了，也唔过。 对外口的兄弟来讲，这是上杀毒呢。你爱是我舅舅。大王爷，课上特别甲我吩咐了，今仔日一定要给伊一个交代。陈耀辉今日是生是死，都要看你的表现。伯啊，要让蔡刚做兄弟，讲的是实的。 假使你叫也袂歹，还你啦。这趟让你表现，啊，若无才调，卖靠技术。Alan
今天你这个赦免是恁爸的，我不过是配角，我爱惜本分啊。就参照今天你在座的拢是士大，你是人的士孙，才敢就跟你讲话。来来，大王爷，这枪恁若开了，你的急速万载，大家同款尊重你。 你若开袂落，你就来放我起来。花叉扛上山，无死嘛爱带。你若带伊袂落，给外口兄弟表现一下。那呢，你就要退休啊。 不知道心脏当时生来遮来哦，啊！但我今仔转去哦，不知道要安怎向课上解释啊。你知，我知，天知，地知，还有你的好兄弟天明兄知影。 叫你莫对来，但你是咧讲啥啦？兄弟事咧，我若无听恁多，你若出事，我对走了甲蔡平是要来交代。你要做任何决定之前，莫让我知影。证明我唔是甲你秃头。啊，我证明，我妈拢知影。第一电话中啊，我拢有甲讲过。到。 小梁出来，是，你先落去。你我来落去。走了，来一块。相国。 伊情伊理，予冯大风害有毋对个所在，所以今日专工来才甲你陪话，请你谅解。不当的，我知在着，你压力真大，你肯帮我一条绳咯，我无理由怪你。
姚伟，今个头先派一条冤魂，因为我开你去请，从今以后，咱所有文员全部下落大海，一笔勾销，你他们家安心怎样？所有费用，我负责。 不要紧，上哥，你电话中弄甲我讲啊，等你详细来较好，再去遐带转来。若讲这彩萍若真来，也个性实在有够硬。明仔讲姚辉也刺激伫咧找，伊说踮遐伫咧戒备相找，敢讲就是着遐姚辉拄代志，伊才要出来看伊。莫话拄着，若拄着我会记拄好着啊。上哥，莫讲啊。 只要彩萍知影，到今嘛，你还无放弃伊，我相信伊总有一天会转来啦。妈，自我出所伊刚开始，我已经去找伊几啊遍啦，就是毋肯伊倒来转来。伊若是决心无啥物计划，我安尼甲病嘛无路用，倒不如暂时回归伊家己生活。我就是烦恼。 因那咧外面一工，都爱艰苦一工。婷，爸。妈，你嫁出去啦。婷，恁爸为着你，已经对陈耀辉手下留情啊。 敢讲你看袂出来？我看到的是伊亲手对大人辉开枪。婷婷，爸为着我有私心，嘛，身份较地位，往往拢会做出一挂真不得已、身不由己的决定。这代志是你无法度理解的。假使爸若无安尼做，伫这社会，伊根本就无法度徛起，甚至无法度生存得再无。敢讲，爹一定要开枪太郎，这当为是伊的身份较地位。爸，我想要做大哥的女儿。 比做大哥还要辛苦，伫咧外口，我都要忍住人伫我的背后指指点点。啊，不过因为你是我的爸爸，我爱你，我尊敬你，所以别人对我任何看法跟批评，我都不在乎。啊，不过你今日对大人会开枪，就表示你根本无重视我这个查某囝。婷，爸就是要来甲你讲，爸甲大人会冤枉，已经拢解决。 你为着要解决你兄弟的冤枉，敢为牺牲咱爸仔囝的感情？到今我才知影，原来你甲兄弟的情，看比咱亲情搁较重要。无怪阿公会对你遮尔细心。婷，你真勇敢，为着爸。 爸今日所做，就尊重伊对不起陈耀辉，也毋过伊绝对无对不起你。你刚才你拄仔讲伊挂话伤伊的心，我会当感觉伊心肝咧疼的程度，甚至比陈耀辉受伤的疼搁较严重。是安怎你又袂当体谅？ 嗯。
歹势，今日回老家，为着一个张彩萍，老家规家伙也家欠不灵，啊，你敢有价值？是安怎人阁无把我带来？我给你一百个理由，听你解释，看你安怎甲我交代。安怎？无想要讲，是无愿意讲，还是唔敢讲？是因为你爱着张彩萍，为着伊，你违背做事的原则，我甲你断啦！你若这么用力，感情用事，你这世人无可能有大成就的。爸，我认为输的是这些。感情才是永远，你敢一定爱将感情挂在张彩萍的身上？我用欺骗拼出头顶一片。